明秋出发，北市国小女4×100公尺接力计时决赛第一组选手，第一棒，加油！成绩报告，大会成绩报告，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公开国中女铅球啊，又传来了破纪录的佳音，代表新北市安溪国中出赛的张佑宇选手啊，刚才推出了10公尺96的成绩，打破了大会纪录，大会纪录是新北市安溪国中王一航保持的9公尺83，恭喜新北市安溪国中张佑宇打破大会纪录，领先的是滨江国小。领先参考成绩59秒98。